大家好，我是高寻，我来自中国，是因为我朋友介绍我来这边上学，然后来了之后，我发现，英国真的很好，特别是住宿环境之类的，然后老师的教学方式也很好，然后能促进大家，可以很和谐在一起讨论一个问题之类的，我觉得这比中国的教育方式要很好很多，然后这边住宿环境，你到这边会发现，在这边住的宿舍是在中国根本住不到的那种，有很是一个 house， 而不是一个普通的 flat。然后，有中国人，有外国人，我觉得这样很好的促进自己的英语吧。反正来这边之后，我感觉这里人，人们都很友好，特别是对于中国人，他不会因为你不会讲英语而笑你，所以你不用羞涩于看第一次开口说英语之类的。所以我感觉选择赫特福德大学是很好的。